你看很少停在上面这里，它很少停在树上，很少站树上。两只在那个前面这个两个有吗？大概在飞过来，然后一只飞进去，它两只在这边汇合，可能有敌人。你看那个，这是白桐在叫啊，你看。侵占到白桐的地盘，他刚才被追去那边，然后来回来。早上拍到白桐也是这样，在对我警戒。